我在你的梦里面在做什么？你跟我说，经过3年的治疗，我的病已经好了。3年前的一桩骇人谋杀案件，杀了人，3年就放。他已经完全康复。刘青云、黄晓明，到了这里，你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我的病人。是人性的失控，还是兽性的回归？我关在医院那么久，我不能再被抓回去，我怎么也得相信你。暴风雨，未来电影台惊悚上映。